行嘞。因为伊有听到风声，伊有摕到警报，知影联军的
要求政府来接替我啦，所以啊，看，伊九月初二宣布啦，但是拄啊好九月初二是马卡斯发布，第二点要求政府来接代表联军，迄边我来发布，啊，所以即摆会聊着，甲伊得着资讯同个情报，拄啊拢是一模一样吼。啊，即摆看这是即、這个我来迄边提供的啊，即、這个。这一点一点红色的，这就是迄当时乌子林发动起义，吼、哦、起义成功，吼、哦、遐大小城市，差不多大小城市嘛，全部人拢都起义占领起来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呢，这段历史这部分呢，是外人这个近代史，或者是讲你若去外人旅游佚佗的时阵呢，你若注意到，伊的大城市一定是条路名，叫做八月革命大队，八月革命大队。伊就是咧记了记了这件代志吼，两礼拜时间就随起义成功吼。啊，然后后壁这张图呢，这是迄当时马加索真正要求蒋介石代表联军进入越南，啊，蒋介石就派20万的军队分部分兵来掠吼，进入这个越南吼。咱即摆看这是迄当时北平呢，就是国民党中国国民党的伊个军队去越南的路线，伊个南边吼，英国军队去的。因为占领越南的这个路线，啊，这个蒋介石派20万的军队去到越南，发生什么惨的事？后来，那20万的军队又走去倒位？啊，咱即下来看卖吼。迄当时蒋介石叫这个卢汉吼，军旁边一个将军，然后伊下骹手的一个将军叫卢汉，卢汉的，多少人啊？20万的军队。啊！你再看这相片，就是这这卖国民党提供的资料吼。越南迄个国民党的迄个军队呢，去那个海防，伊阿外兵阅兵呢。啊！这后壁都有蒋介石、蒋迄个孙子的相片，还有孙文相。啊！这是这个部队，啊！伊个部队要进入这个河南的相片吼。啊！这嘛是这是呢部队伊阿一个啊。一挂嘛，要准备进入这个河南的境内吼。啊，这张相片呢，这是这个胡志明，中区胡志明。边啊，这位是啥物人？啊，各位看麦。啊，何应钦呐。啊，这何应钦，这何应钦嘛来台湾接受日本的党，伊嘛去越南嘛。哦，那就是。联军统帅嘛，开始要求蒋介石，啊，蒋介石伊阁派伊个下骹个将军去执行接收日本军投降个时阵就对啊。所以何应钦嘛去越南哦，啊，个相片了嘛是越南迄个提供哦。啊，即、這个中国啊，即个边仔呢，迄个甲越南后来了呢发生啥物代志？发生几啊件代志哦。当伊只部队呢？迄边就甲当初是来台湾遐兵啊同款啦，纪律无好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再来即、這个无守规矩啦，吼、哦，啊，食物件无要共付钱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再来炸传染病迄边啦，吼、哦，引起当地人着真大个反弹啦，啊，再来上要紧的是，即个军队迄边了呢，蒋介石甲越南迄边甲胡志明讲，讲我即个20万的军队迄边呢。要食、要穿、要用，拢爱你买单。我讲这20万的兵啊，不是讲数空气就会活的，哦，嘛爱食物件，嘛爱穿衫的，哦，啊，遐食、穿的、用的物件要对来。当然，你越南爱买单啊，由你越南这提供啊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伊就恐吓胡志明，讲你爱把你遐物资交出来，哦，啊，当然，这个迄当时呢，越南的拄啊战争结束，啊，过来。已经连续几啊冬吼，农作物收成无好啦，饥荒发生饥荒吼，所以农作物收成无好。啊，再来，咱正越南南边咧，迄、那个湄公河山甲珠穆朗玛峰合作咧，算是大土产咧，足侪土啊拢是伫遐生产的咧。但是伊南北，佮交通佮断去吼，南河湄佮无个运去北部，南国种种个无方便咧，吼、哦，就是造成北方咧欠粮食啦，粮食已经无啥够。啊！即摆你蒋介石来了，要要求安怎？要求讲，互我付大批的这粮食给你。哦，表面上讲我20万的军队要食穿啊，但实际上是多多预算啊，会当退就尽量退啊。哦，
伊摕较侪物资要创啥？啊，我好应付伊个内政啊。伊迄当时国民党甲共产党当咧车拼嘛，哦，中国咧发生内政个，爱较侪资源个呀。所以就要把握，利用这个机会要抢夺越南迄边个资源，对啦。啊，其实即个情形甲伫台湾嘛同款啊。你看迄当时中国人来到台湾是嘛是啦，啊，咱个像咱个。咱即个米吼，所有诶资源嘛是拢甲咧运向中国啊，通拍个内战啊，啊，所以我嘛常听阮阿公阿妈咧讲，若古早诶时阵，日本时代，当时米拢嘛有够食，拢有够通用啊，吼，毋是有够食，是讲有够通用啊吼，即个，但是呢，战争结束了，煞变倒无米通食，咱就爱食旱季欠苦，吼，旱季欠，是安怎？啊米。糖啦，伊人嘛，遐资源拢有去中国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则造成咱台湾的物价起飞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嘛是后来发生奇迹般，吼、哦，诶，即个革命也是起义，真重要是经济因素之一啦，啊、哦，物价起飞嘛，你有即物价即个通货膨胀啊，所以后来咱即摆用新台票，你较早咱用旧台票咧，啊，咱旧台票换新台票，偌济。嘿，咱在座同心，大家拢真了解，四万换一元啦，四万飞即偌恐怖呢？各位，咱即摆若食一个便当，差不多50-60元啦吼，一个便当50元啦，啊你若四万飞变偌济？变200万呢？你食一个便当，讲爱200万啦，在座同心，你会当买几只便当？你有法度买几只便当？嘿。有个人讲含一只都买袂起呢，啊，咱讲变乞食，吼、哦，你厝内卖有个人厝内卖，可嘛买无一粒便当呢，啊，较好个可能买一两粒个，啊，一两粒食了就一两粒就无安尼，所以咱当然嘛爱起，嘛爱革命，哦，所以，迄当时会发生二八，甲即个经济因素嘛有关系，啊，伫越南嘛同款呢，伊去到越南嘛是要抢夺你个粮食，抢夺你个资源，通运转去中国个，啊、哦。啊，结果人越南已经都无够物件通食，伊阁要要求人爱付出大批个粮食、大批个资源，啊嘛无法度啊。迄当时，人刀吼，甲你压伫你个即个颔骨啊，吼，甲你拄伫颔骨啊，你无交出嘛就袂使咧，吼。啊，所以呢，迄当时个即个胡志明呢，伊嘛无法度，只好下令，吼、哦，全国个越南人爱甲粮食交出。包互蒋介石啦，吼、哦，甚至甲厝内有金仔个、有珠宝个，慢慢交出来，通交互蒋介石啦。啊无吼，伊20万个大军呢，啊，迄当时越南有军队，越南迄当时敢游击队尔呢，吼、哦，拢敢游击队，也无正规军啊。因为呢，伫即个蒋介石军队迄个进程吼，伫1940年1945到1945之间呢，是越南是即、這个。日本甲法国共同治理越南，啊，伫遐佫较早之前呢，越南是法国个殖民地，是法国人伫管个吼。所以越南人伊家己无军队啊，伊就计是干遐游击队尔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呢，即个伊越大只好甲遐粮食交出来，啊，交出来越南人就无物件通食咧，啊，无物件通食嘛，枵死啊。所以因为安尼呢，干食枵死个人外侪，我一定看觅。有人知影无？台湾200万对，根据越南迄边的官方的统计，200万人因为安尼呢，无物件通食，人了死。啊，咱再看张相片，这就是迄当时的相片吼。这个人已经腰杆去倒哩，就要腰死啊！吼，啊，再来像这呢，迄当时的越南的遐农村的路边呢，做穑人呢，伊无物件通食，只好一体。去街仔路做乞食，迄人分啊，啊分嘛分无物件，所以后来枵死啊，只啊坐枵死伫路边，吼、哦，较好有呢，人佫甲你捡一袋啊，捡伫个车顶捡一袋，佫甲用草席来扛，佫来摕一袋。啊，若较歹有呢，草席来用剩，无够通用吼，你着放伫路边吼烂，烂下了放做个像这個要死人骨头，吼、哦，200万人枵死呢，伫迄当时。诶，越南差不多一两成诶人枵死呢。啊，你看，蒋介石伊这人恶是人无恶是，
去遐无顾着人，外人就无够有通食，硬要甲你抢夺遐粮食，所以造成200万人个粮食。过来，伊毋呐要抢夺你个粮食尔，伊阁安怎？伊阁讲吼，你胡志明啊，你胡志明啊，你骹手来遮咩？吼、哦，骹手太紧啊！你未就未敢成立外人粮食，政府阁还宣布外人独立，你害我拢无机会呢，什款机会？吼、哦，本来。蒋介石想讲吼，讓我出兵来，拄好来食起来，拄好变做我中华民国的另外一个姓拄好起来，吼、哦，变做中华民国的人姓嘛吼。啊，想袂到伊即部去特工啊，迄个胡志明看出出的，看现的，人讲吼去嘴食米粉的吼，看现的，吼、哦，啊，迄个胡志明发觉袂进步的，所以呢，胡志明真紧就成立这个临时政府。啊，咱即个用即个角度来讲，用现初始角度来讲，迄当时胡志明成立的即个临时政府的，就亲像啥？伊就亲像即摆台湾的政府共款的，啊，就是伊就成立袂去嘛，哦，伊安尼只有一个对口的单位啊，你外来的即个政权来，你才会即个蒋介石的即个军队来，才袂当输在伊的心愿，输在国别来的人转来的，啊，所以呢。即、这个蒋介石咧，我真无客气个，我真客气个吼。伊就讲安尼啦，既然吼、哦，你都成立华人政府啊，无安尼啦，你啊政府内个遐个官员，遐个国会议员咧，让一半个释放出来，让我释放出来，啊要啥？吼、哦，亲蒋介石遐个外干啦，遐个外人啦，因为蒋介石伊嘛当地的华人哦，培养一批。即、这个虽然是越南人，不过是较亲中诶，较亲蒋介石诶吼。因扶持一个叫做越南国民党，吼、哦，所以越南遐嘛国民党较早人即卖无啦，较早嘛一个越南国民党，迄个国民党中国国民党诶扶持吼。啊，所以人家就讲吼，安尼你即个内阁诶各员呐吼，即个议会议员呢，扭出来，议员呐，要干涉越南诶代志。要甲越南政府呢，甲当作是家里人啊，是啊，家里政权啊，要扶持越南家里政权啊，所以伊就要介入这个越南的内部。啊，当然，现在胡志明角度来讲，吓，这不得了呢。你粮食也甲抢去，输也甲抢去，过来要甲介入内政，哇，啊，我著变你家里人啊咧，吼、哦，变你傀儡政权啊咧，啊，人家我有咧甲推翻掉，越南就变你吓咧，因为。在古长的历史上呢，越南过去把予中国统治足久的，直接统治一千冬啦。啊，后来独立了呢，嘛是几难解哦。当然中国较强的，就派兵去拍越南，就甲占起来。哦，啊，若中国较弱的，伊就去予拍落去。哦，来拍来拍去对啊。啊，所以呢，胡志明想看安尼要安怎？所以咱看这是越南迄种的博物馆吼，叫北游会。哦，伊即摆画画即个吼，胡志明伫遐博文啊吼，伫遐思考讲吼，啊若也是安尼要安怎？各位，你甲即个时空掠到1945年，你也想讲，若迄当阵是你啊，你若是胡志明，你要安怎？你要安怎处理蒋介石？伊有几十万个军队呢？你若无听话，莫讲伊用军队甲你翕啊，伊就派几啊杀手甲你胡志明暗杀了就好啊。啊，即个代志对。中国人来讲也是啥物小代志啊！哦，过去呢，革命党不是暗杀来暗杀去，这是作数上的代志咧。哦，那是你那边怎？哦，真好嘿！咱将这个东西讲啊，真个结合次要的敌人来打击主要的敌人。哦，这中国人嘛咧讲，讲结合次要的敌人打击主要的敌人。啊，伊主要敌人啥？蒋介石啊，中国人啊。啊！伊次要敌人是啥？法国啊，包括日本也是啊。也着迄当时日本吼，蒋介石因为来接收日本军的头衔，其实伫外人遐是日本军吼，毛为人白见吼，蒋介石遐好康个，因为接收伊遐武器拢变形去啊，拢向中国讲骗去啊。所以为一部分是私底下把遐武器呢交予外人的即、這个游击队对啊，伊就袂瘾互蒋介石啊。包括听讲进前台湾也是呢，战后的时阵，迄当时，吼一寡即个日本的军人啊，伊无想要投降的，
啊，伊嘛私底下问咱台湾的交流人，讲啊，你有要独立无？你若袂吼，我则武器互你。包括即我之前听即、這个，咱较早嘛真有名，二二八以后发生迄、那个台湾人嘛起来抵抗嘛，有组一个二七部队啊，二七部队吼，迄、那个部队长的迄个蒋义人啊，蒋义人、蒋义人啊，吼，伊嘛讲啊，迄当时日本人嘛讲，嘛摕地图互伊来讲，伊队有藏武器啊，叫伊老师来去摕啊，吼、哦，因为一寡山区内底有藏一寡武器。伊无想要把遐物件拢交互遐中国人就对啊吼，但是可惜迄当时的台湾人诶，都无志愿即款人诶，吼、哦，无人敢有迄勇气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即下过来看，啊，所以迄当时无志愿就想一步，安尼啊，来利用法国人，吼、哦，甲中国人诶矛盾，利用即种国际诶矛盾诶，来达成伊越南诶目的，啊，是怎款诶矛盾诶，咱知影吼。1945年以前的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，是后来因为日本人要占领东南亚，用东南亚做基地，强要拍中国吼，所以伫1945年才迄个到越南，啊，尾也1945年之间的甲法国共治吼，共同治理这个越南吼，所以呢，法国人嘛真希望讲，啊，即马战争都结束啊，日本人战败啊，啊，日本人走，应该我爱继续跟来统治越南。哦、所以呢，这个吴志明就用苦肉计啊，用这个苦肉计啊，伊就私底下找法国人讲，讲吼、哦，你若会当帮助我，把蒋介石赶走的吼，我欢迎你法国继续回来统治越南，我越南呢愿意加入你法国帮的，吼、哦，加入你 French 的帮的一部分，吼、哦，但是我爱有自治的权利。哦、我会当自治，我嘛会当有家己军队有独立的财政，但是我欢迎你回来，啊，你会当派15000的部队回来取代蒋介石迄200000的部队，伊就单挑听就对了吼、哦。啊，这个，我咧法国遐咧，伊嘛讲，听听嘛，听啊，袂歹咧，医生，安尼有机会哦，会当继续回来统治越南。所以呢，法国就阁派代表去甲蒋介石谈，就讲安尼啦，你呢？只要讲你本来就爱走啊，因为你的任务是来越南接受日本军的投降尔嘛。只要日本军拢投降了啊，你的任务结束啊。啊，任务结束，你本来就应该走啊呢。你即摆若欢喜甘愿、心甘情愿、吼、哦、快快乐乐的走呢，我加送你一个礼物，就是呢，过去法国甲中国签的遐不平等的条约，遐无平等的代志，遐啥物租界啦，有诶无诶吼，拢行哩。啊，拢好好诶，吼、哦！啊，蒋介石听听讲，哎呀，嘛袂歹呢，吼、哦，会当收诶，遐租界，啊，搁咱把一寡无平等诶条，拢啊好好诶，准拄出，安尼嘛袂歹呢。伊会当特殊上写讲好，伊是民族英雄，讲外流拄外流呢，哎，伊嘛感觉安尼袂歹。搁来伊想讲，啊，这200000诶军队，放伫越南，哦，拍算呢，伊爱需要调转去中国拍内战呢，无即共产党，中国共产党呢，愈来愈嚣迈咧。哦，所以呢，后来蒋介石嘛答应，啊、哦，所以双方拢达成条件，所以蒋介石呢，才为1946年越南撤军，为中国撤军吼，啊，这个接续当就是法国派15000的军队进入去越南，啊，当然这个法国呢，但是这个吴志明甲真正真心希望越南成做这个法国的殖民地。那是法度的法度啦，吼，那是苦肉计啦，吼，不得已的吼。啊，所以呢，当法国去了呢，伊就阁开始展开着游击战，吼，所以从1946到1954，这嘛做名，越南人伫抗战、对抗法国吼，拍游击队的时阵吼，伊的想法是讲吼，反正你法国希望军队较少嘛，过来，你法国的，你要补给较远啊，你较刁远啊，你欧洲的。哦，你美国个欧洲个，你要派兵来，你嘛爱足久个时间个，吼、哦。啊，但是中国拄啊伫边啊尔嘞，厝边尔嘞，行两步就当来，拢免船，嘛免坐飞机嘞，两支脚步嘞，伊军队就当来啊嘞。哦，啊你法国来搁坐船坐飞机嘞，哦，所以就想用安尼，哦，所以呢，即、這个后来呢，一直到1954年迄段时间，越南去拍即个游击战。啊，咱即摆看下即个相片嘞，即就是1946年3月初日的时阵嘞，
越南甲法国的代表签下这个留学生入商协定，就是迄当时啊，吴志玲考虑过讲要愿意加入法国军队，哦，迄当时私下签这个约就对了，哦，啊，当然，伫迄个时阵呢，吴志玲迄方面较臭头啦，啊，你太会真无简单，越南才宣布独立尔，啊，你太会佫愿意甲越南让出来，让予法国人来，当然这是无法度的。但是这个未使公开讲，哦，所以有一段时间吼，嘛是吼，吼骂做是别人的这个的特权就对了吼。当然到尾啊，咱即卖历史上这个，伊是法度的一个法度吼。啊，咱拄则讲的这历史呢，伫越南的教科书拢有写，啊，这历史啊，第十五册啊，伊超过高三的这历史教科书呢，拢有讲的，哦，现在呢吼。即第三章，吼，一九四五甲一九四六迄当时个越南个历史，吼，嘿，爱只，吼，历史，吼，历史，嘿，爱讲哦，对北纬十六度以上呢，越南个北边呢，蒋介石有派20万个军队来占领，啊，所以咱对咱讲个遐呢，大多数即教科书拢唔写，啊，当然，佫一部分话是咱可以做电影调查，吼，个内容，吼，啊，所以呢。基本上越南人，伊若读到高中了嘞，读到高中毕业，伊一定知影蒋介石这个人。啊，伫越南人的心目中，各位，蒋介石是好人歹人？歹人，当然嘛是歹人。啊，中国国民党是好党啊，歹党？对越南人来讲，当然歹党。伊感觉讲，哎，就是野心是要霸占越南的嘛。唔然安尼尔嘞，这个蒋介石佫曾经甲胡志明关过。甲关一冬啊，关伫广西啦。啊，是安怎来关胡志明？因为胡志明迄当时呢，啊，去世界各国交陪吼，啊，希望争取到世界各国的支持，来好革命吼，要推翻这个法国的殖民统治。啊，有一届嘛是去中国，伊要去中国找包括中国国民党甲中国共产党的支持，希望中国人也较支持，帮助越南独立落去啊。啊！迄个广西迄种国民党要不要你啊？因为国民党怀疑讲，哎，这人怪怪，这人敢要不要？敢是共产党诶，所以甲扩起来，扩起来打人，啊，关十几日，吼，拢重症后头关一单，吼，啊，关迄一单当中呢，当然伊做事真侪不正道诶态度啦，甲阿扁也真个差不多啦，吼，啊，所以当时呢，伊用关迄一单嘛是呢，关甲变三级落去，啊，规身躯重病啊。哦，啊，好甲再尾后放出来，哦，尾后好甲再又放出来吼、哦，啊，若无去关咧，胡志明也死吼，可能改变着越南近代历史啦。好甲再，伊命大吼，无死吼，啊，所以呢，伊对着这個中国的经验呢非常清楚，伊知影中国人呢，尤其是国民党甲共产党，伊头壳在咧想啥，伊真知影。所以你看，当这个战后。蒋介石派二十万军队去伊个，伊就先知讲啊，这绝对吼是敌人啊，绝对来去伊无想要走个，毋是祖国啦，无像咱台湾人吼，迄当时咱台湾佫无好个，对中国经验无够，所以当战争结束个时阵呢，按讲啥物祖国来啊，吼讲台湾共和嘛，咱台湾人共和，想讲讲拢是真个呢，结果也无去甲怀疑讲，哎，好命。伊是根据啥物货来台湾？哦，咱拢无去甲怀疑，就是啊，因为咱对中国太清楚咧。因为伫日本统治的时阵咧，咱对中国经验伤少，无了解，毋知影中国伊自从即个十九世纪末期到二十世纪初以后咧，伊个变化太大咧。哦，啊对中国无了解，所以咱产生一种幻想，想讲咧，会啊因是祖国来救人。哦，但是咱越南伊会足清楚，伊知影讲这20万人军对起来呢，无好康个啊，爱紧甲赶走。所以当时咱台湾人呢，其实咱伫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了，咱会当像胡志明安尼，虽有咱做台湾临时政府，哦，啊然后接续呢，看是宣布独立，还是要求美国托管，还是安怎呢？我想，咱袂像即摆遮衰啦，吼，迄个中国人管啦，吼，啊，即个法度咧，
迄当时的台湾人都无够巧咧，哦，所以咱错失过真侪只个机会啊，总是即摆咱阁有机会，哦，机会若来，爱阁好好啊把握。啊，所以呢，伊即个拄仔讲到，伊1945年8月16日，越南省胡志明省的临时政府过来，9月7日，遂宣布越南独立。啊，伊宣布独立了，请问迄时阵有人甲承认无？无啦，拄开始无到半个国家甲承认啦。第一个上早甲承认，爱等到1950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了，甲苏联。头一个甲伊承认的啦，啊，所以伫1945到1950迄五年当中，有人承认无无嘞，但是伊嘛照常做啊。你若看了即摆越南的历史吼，伊若讲到近代，因即摆即个越南国的越南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历史，伊拢是对1945开始算。虽然头五年无人承认就对啦，但是伊嘛是爱照做啦，哦，啊，所以即摆有人在讲，啊，台湾民政府有啥人甲伊承认？你台湾人家己对家己若无信心，啥人甲你承认？任何国家拢是安尼啦。你拄开始要起来诶时阵，家己若毋敢发声，啥物人会先替你发声？你看越南就是安尼啊，伊头前拄开始5年，到人家承认嘛无啊，但是人嘛照做。啊，伊伫9月7日宣布独立了，到过6天，伊就搁先宣布要推行国民教育，啥物款诶国民教育？用越南话、甲越南文字，也就是罗马字的国民教育。过去法国时代法文不爱用啊，过去中国人来推行的这汉字，伊嘛不爱用啊，伊嘛废除汉字，废除法文，恢复家己的母语，甲越南的罗马字。哦，因开始伫校咧教，你也看像这呢，无论少年老的伫校拢开始学。哦，啊，搁来甚至像这呢，因要求对休困时间穿插在边啊。伊嘛伫遐咧学罗马字，哦，要甲家己个母语个，哦，甲救倒来，过来爱家己个母语读啊写个能力爱学起来，啊，咱是即款个一个决心啦。咱请教咱在座个同事，会晓家己个母语读啊写，请举手者。台语也好，客语也好，也是讲高山族原住民个族语，你会自己的母语的读跟写的，请举手。会晓请举手。如果咱即班到一位尔。两位、三位哦，咱一班差不多要咱200人，敢若三个尔，哦，你若看比例上差2%尔嘞 ，2% 嘞，2% 的人，才会晓家己的母语读甲写尔嘞，是安怎来这样低？当然，这不是国语的罪过，是啥物人的罪过？这外来政权啊，中华民国造成的啊，因为古从60、70年代，咱的学校教育都无爱互咱。读母语啊，无啊，我咱是用母语读啊写啊，所以第一书咱大家人拢变做啥？拢变做母语的青年文嘛，母语的文盲啊。包括我以前嘛是呢，我读大学之前吼，也未直接着台语文之前，我嘛感觉按台语会当讲袂当写啊，嘛毋知影台语要怎写呢。是后来到大学开始做台语写，开始通过原来台语嘛书写历史呢，百外当前咱台湾。第一份的报纸就是用台语罗马字写的，叫做白话字的。哦，就是这种早前有足侪辉煌的历史，甚至咱台湾佫比中国五四运动佫较早，咱就用白话文去写作，创作文章去办报纸，发行刊物安尼。结果呢，外来政权无爱，互咱有保持的教育权。所以经过60、70年代，你来看，那即摆70、80岁。哦，以下的呢，差不多北京拢会晓讲，但是家己的母语呢，较好的是晓讲，但是呢，读甲写大多数侪啊。哦，但是你看人越南，宣布独立了第6天，若是宣布要恢复家己的母语，爱会晓读甲写家己的母语。哦，人有这款的决心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你看咱越南，咱平常想讲，啊，这越南哦，敢若经济呢比咱较落后呢。咱若想着越南，拢敢想着越南老工，较袂着越南新呢。我拢想讲，这经济落后，敢若无啥物可取呢。经济落后，迄个敢若就是讲咱人同款，较散车尔，啊，较散车，敢着无啥物可取的所在？毋是安尼呢，好个毋是逐项着拢好呢，散车嘛毋是逐项着拢歹呢，哦。虽然越南较经济较善钱，但是呢，人对着家己的文化的自信，
对着家己的民族的自信，绝对无输咱台湾人。咱敢甲中国抢去啊洗脑呢？啊，咱台湾人敢不敢？哎，台湾人拢卑鄙啊卑啊！哦，拄着中国人就卑手的，莫怪呢，中国人拢安怎？啊，咱软土深滚啊，食人狗狗的，哦，食咱台湾人狗狗的，哦。啊，所以呢，为这个越南，你啊看，因起来了呢，人是教文化各方面，一直要恢复家己的这个家己母语甲家己文化，包括因即卖呢正积极，伫联合国嘛咧申请这个文化遗产，人短短即二十冬内都已经签着八个啊，是着联合国 UNESCO 公认的这个、世界级的这个文化遗产，已经签着八个啊，啊咱台湾几个，无半个啊。台湾就无半个咧，咱华人短短二十冬来抢着遐济，伊即摆搁咧继续要抢。咱啊国际上有啥物伊嘛想要有啥物货，人有即种欺骗。虽然因经济较落后，但是人有即种欺骗咧。所以呢，即、這个咱一开始呢，伊咧华人做咧，就是讲教育呢，台湾话真重要。华人呢？因就是摕着监管了，开始就是呐，用教育越南话，用越南做主体性的教育，吼、哦，才当培养出对越南人家己有自信，吼、哦，爱家己民族的越南人。啊，恁台湾也是同款。啊，接下来呢，咱讲未来咱台湾的这个教育呢，未来教育改革方向就是教育爱台湾话，这是过去这六七十年来拢欠缺，所欠，足欠，吼。啊！咱要做教台湾话，咱根据是啥？有人讲啊，你是根据是啥？啊，你这是不是狭隘的地方主义？过去嘛，国民党、中国党、中国人拢爱人讲，讲你若去推翻台语、推翻客语、推翻高山族原住民语言文化，你这就是狭隘的地方主义。请问啥叫做狭隘的地方主义？啊，若安尼讲，北京的嘛是地方的语言啊，伊嘛是北京地区的语言尔。啊，推翻北京，感到不是狭隘的地方主义。安尼推翻教育台湾话，咱的根据是对，咱的根据几个啊？这种是伫国际上受肯定的一寡国际的宣言啊。一个就是这个世界语言权宣言，世界语言权宣言，世界语言权宣言。这是伫这个1996年有来自全世界200多个遮个。NGO 啦，甲国际笔会呢，因伫即个西班牙巴塞隆纳遐开会，了公布一个世界语言权宣言，内容足济。啊，你若有机会上 Google 甲拍世界语言权宣言就出来，内容真济啦。简单讲就是讲吼，伊个内容讲，咱爱有权利用家己个语言来受教育，咱有权利来认捌家己历史、家己文化、家己地理。哦，这是基本个人权，包括咱个名。比如讲，咱的原住民，你有权利用家己的名，哦，作为你身份证顶头的登记名，无需要用汉名，无需要用中国名，你会当直接用原住民名，这是基本的权利啊。哦，但是呢，你啊看过去古长以来，比如讲咱的高山族原住民的，拢互咱，互遐中华民国强迫你得用汉名，一直到咱前几年才开始讲好啦，啊无你会当用台湾拼音啦。但是伊阁甲你限制，讲袂当心疼哦，啊，透过迄个代志，所以呢，像咱种要求的遮个部分，基本上，伫世界语言权内底，拢有讲过，这是咱基本的权利。阁来，另外即个联合国 UNESCO 呢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伫2000年，伊嘛公布吼，每年的2月20日，定做世界文明日，世界各国呢应该爱注重甲。保护伫遐弱势的族群，伊个保育甲文化发展。再来，伫2001年，嘛阁通过一个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，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。啊，这个宣言嘛，同款，甲对咱世界语言权宣言同款。伊嘛伫呼吁世界各国，无论迄个族群，伊个人口人济啊少，伊是强势还是弱势，伊拢有生存的权利啊。你应该政府咧应该爱去照顾，去甲保护互伊发展的空间啊。咱闽南国是安尼，世界各国是安尼咧。你保护这多元文化，基本的维护吼，伊重要性吼。
就讲即个世界语言馆宣言，咱搁举几条例啦吼。咱拄仔讲伊条文真济，吼，咱经几项吼，比如讲第二十七条，伊就讲啊，伊讲吼，所有诶语言社群拢有资格来教育因诶成员，互因会当得到甲家己诶文化传统相关诶语言知识。譬如讲，会当作为社区惯习用伊诶文学或者是性格，吼。再来，伊讲第二十八条。伊讲所有语言社群诶，拢有资格来教育因诶成员，互因会当彻底来了解家己诶文化传统。啥物款诶文化传统？像讲历史啦、地理啦、文学啦，甲其他诶文化诶标签啦，吼、哦，甚至会当延伸甲学习伊家己想要往了解诶文化。所以咧，你要了解台湾历史，这是合理诶；要了解台湾诶地理，嘛是合理诶。要学家己的母语，学家己的母语文学，这嘛是拢合理的。这毋是啥物新兴体系，哦，你若反对台湾人学台湾的语文，反对台湾人学台湾的历史，迄才是新兴体系啦，迄才是有问题啦。所以你若看人是安尼，哦，足清楚的，写哪边，哦，第二是，啊，再来第二十九条，伊嘛讲吼，用人人拢有资格，用伊家己住诶所在诶特色咧。通用语言来接受教育，像讲吼，咱若新竹、漳州尖吼，则是台语吼，泰雅族部落较侪咧。你踮泰雅族部落内底，你诶小学着直接用泰雅语啊，读着一定爱用方言话。吼、哦，你嘛无一定爱用台语啊，你着用泰雅语做你诶上主要诶教学语言啊。OK 啊，啊你若是伫即个苗栗吼，客人较侪所在，你直接小学生。优先先学客话啊，先学合法，这嘛是合理的啊。啊，你若是像讲伫台南，哦，啊台南着讲台语人较侪，你优先先用台语来做教学语言，这嘛 OK 啊。哦，啊你若是伫西拉雅部落，哦，你用西拉雅做优先的语言嘛是会使啊。咱世界语言馆是安尼伫互用的，但是咱到今目前为止，咱都有这观念，完全拢无的。咱拢比别拢着爱着北京话，无免啥物拢着北京话咧。吼、哦，啊，经过几啊年来争取抗争了，伫两千年开始，中华民国才开始，互咱个囡仔讲，伫小学一礼拜一节会母语课啦。敢用私下，敢共分着个，咱敢着做共分个，我拜托你还一节。结果伊个北京话，所有国语个一礼拜，国小一礼拜才五节至六节呢。较为国小学到高中，学到大学拢爱学咧，甚至到大学，阁有啥物国文的必修课咧？明明册一个大学拢差不多四个分至六个分的国文必修课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你啊看，目前伫中华民国体制下，完全拢是违反着世界语言权，包括违反着即个世界文化都是宣言，只爱国际上咱去呼吁的。所以咱未来呢，咱。台湾政府未来会搞政策，就是要把过去遮无合理的完全拢把取来掉，改做教育爱台湾人。哦，啊，即、這个，咱拄只咧讲到遮个世界语言馆，哦，也是讲文化都要先宣言的，遮真重要的即个宣言。哦，啊是安怎来？即十几年来，国际社会开始重视遮。为什么呢？啊，有人讲啊，这文化多元性甲咱有啥关系？有人想讲啊，这台语巧会透了去，客语巧会透了去，原住民总比人巧会透了去。哎，有真大要紧。恁人讲吼，恁这几年对这非常重视啊。其中吼，就是讲，伊个原理其实是甲大自然原理是同款的。哦，甲即个联合国即摆嘛咧推倡即物种的多样性、物种的多样性、生物的多样性，哦，或者是讲生态的多样性哦，咧维护迄个生态多样性，原理拢基本上按推下来。因为咱即几年咱地球咧受到即个环境的破坏、生态破坏愈来愈严重咧，哦，譬如讲，即摆即个北极熊愈来愈少，北极熊咧死甲剩千几只尔咧。啊，北极的冰山豆干伫硬咧，请问北极的冰山硬，啊，即个北极熊也死，甲咱人有啥物关系？有人从爱死透了去，
真要紧嘞，有可能后一个换咱嘞，换咱人类嘞。袂讲，啊，这头有啥物关系？咱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啦，吼。像咱即摆真侪东西，有人较有年纪诶，啊，若较有年纪，就拢会较顾身体对无？哦，比如会食，食一些健康食品啊，还是较食运动一下。请问，你即摆若伫食健康食品，迄健康食品拢啥物做诶？你敢会去食迄种化学诶健康食品？化学合成敢会？袂啊！健康食品拢甲你强调有机诶啦，强调这是天然诶啦，对无？天然诶动物啦、食物啦，啊，比如讲这鱼油，就强调这是深海诶，哦，还是讲是海拔咧提炼诶鱼油，还是啥物货？哦，还是讲这个食物哦，对树啊啥物咧提炼诶，拢是天然诶咧。哦，啊，即个天然诶物件，万一只人动物食物拢死了，啊，咱要对提啥物件？哦，啊，这北极熊，咱正想讲，这剩青蛙只尔，想讲这也无啥物路用诶。反正说人工，咱可以发现，咱发现着讲啊，北极熊诶，伊诶肝、伊诶胆会当提炼出啥物神秘诶药方，会当来治理即个癌症啊，还是讲即个艾滋病啊。哦，但是等到迄天呢，结果北极熊拢死了，哇，咱就无机会啊。哦，啊，搁来想讲呢，想讲即个蜜蜂就好啊，即蜂啊吼，前几年无啊报纸新闻嘛咧报道讲哦，美国迄边诶。雄雄真侪，这蜂的数量拢减少，啊！遐科学家嘛真紧张，讲啊，这蜂是安怎来减少？各位，这蜂数量若减少，甲咱有啥物期待？有闲话蜂头去，啊蜂迄迄一只囝尔，传播微粉的，咱所有食的这果子啊、好米啊、好真侪，才会开花呢。伊要结果子拢着安怎？啊，咱有科学家有研究嘞，一半以上拢是透过迄看，咱看伊无像北个迄芳，逐工一只饼尔，伫遐伫传播花粉，才会当互伊生果子出来，结果子出来嘞。啊，若只个芳若拢无去吼，咱个农作物就减一半。啊，拄仔像越南安尼共款，越南迄当时是死两百万，你若全世界农作物减一半，阁有爱死偌济人？即摆全世界讲偌济人口，敢若六七十亿人吼。你若减一半，他死三十亿啦！各位，恁有想要争做伊三十亿的一份，内底一份无？我看无人想要安尼啊，对无？但是你啊看，小小的一只蜂，若拢绝种去的时阵吼，咱就枵死一半的人，吼、哦。所以，这个维持迄个生态的多样性很重要啊！啊、哦，维持生态多样性很重要。结果，咱即摆针对你啊看。包括像最近的这中华民国因这高官吼，哎，这外来政权咧看，特使像这，这安怎伊嘛硬要去呢？钱开比人斗济啊，啊安全性比人上少的啦，吼、哦，上无安全，但开上济钱，哎、啊，迄钱要安怎去食嘞？硬不时着搁要追加预算的，吼、哦，啊，讲若无去着要限电的，奇怪，我想，我大学时代，我二十几当年读大学，伊着开始要去啊呢。迄当时，阮在我一群人定定迄空啊聊遐，迄个空间，迄当时就开始要去啊。啊，去遐久，若这样讲啊，讲无去就限定，啊，二十档嘛过啊嘞。哦，啊，现在搁要去到当时，搁去会好势嘞。啊，到底因遐钱是安怎开的？哦，人迄较早讲台北咧起一个，讲一个粪扫桶就咱两万块啊嘞。哦，啊，讲迄个办遐博览会一张应彩，讲着几百块啊嘞。哦，啊，伊钱拢毋知安怎开嘞，原来可能是。互因提起做啥选举的条卡咧，吼、哦！但是各位，你核心厂牌若崩了，要安怎？台湾就无安尼，吼、哦！伊即摆画啥物八公里、几公里，啥物逃命圈，笑死人啊！八公里有够无？无够啦！迄若像咱一只崩，全台湾就起了了啦！啊，这就是外来政权，伊讲插插你台湾，台湾若无伊，搁咱等于中国个啊，对无？迄就是外来心态嘛。伊就想我咧台湾公共的好紧，我等于等于中国，中国凊彩一条线嘛比台湾较大，对无？伊感觉等于中国就好啊咧。所以，着外来政权伊无咧考虑着台湾嘛，吼、哦。所以你看前几工，南投无搁地震，啊，你啊地震拄啊注释拄啊严，核四厂也是核三厂、核二厂遐地震会变安怎？你去了了咧，啊，咱要走去对，咱干跳江的啊，无所在通去啊，吼。啊，所以外来政权就无咧参与咧，
啊，所以你看，全世界这个生态咧，受到这破坏。啊，所以呢，联合国就看到这个问题，所以伊除了伫大自然顶头，伊要求这个生物的多样性之外，伫文化上嘛同款。文化的生态甲大自然的生态是同款的。今仔咱若文化单一了咧，咱就无啥物文化创造力啦，无迄个即摆咧讲着爱文化的创意吼。你若单一了，就无啥文化创意啊。要会当有文化创意，就是你若做一个 idea， 要会当有做一个 idea， 就是你有做一个无同的生活经验，你有做一个无同的思考逻辑，才有可能有创意的物件出来啦。包括咱即摆呐，真侪人拢总爱出外佚佗，国内啊，国外也好，国内也好，尤其有人爱出国去佚佗。你若出国去佚佗，大家人穿衫穿同款，讲的语言也同款，食也同款，住也同款。啊！你出国要佚佗啥？要踮厝就好啊，咧对无？哦，啊，过来你看，咱在座同事，大家人穿衫嘛拢无同，咱敢会穿个北韩安尼？哦，啊，拢穿同款的，嘛袂啊。若穿同款就足无意思啊，对无？但是为什么才多元？你要会当多元，你嘛是要有多元的文化，你才有多元的诶，即个创意的物件出来啊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联合国就是一直去呼吁哦，尤其这十几年来。非常重视，伊就发现讲吼，现此时呢，真侪只弱势语言文化咧，哦，拢豆豆安怎去用英语，哦，也是讲迄个北京话即种安尼吼，豆豆去互伊，去互伊底间翻袂过啊，哦，啊所以呢，真侪安尼看，即摆真侪人家己母语拢袂晓咧，啊，迄个北京话无咧学英语尔，啊，顶多家己母语拢袂晓，所以联合国就看到这个问题，伊才鼓励人讲吼。伊爱先甲家己保育顾起来，家己文化嘛爱先顾起来，安尼才是基本的吼。所以咱的即个未来，咱教育呢嘛是根据着联合国即款的精神来推上咱台湾即个教育吼。啊，咱即个目前啊规划啦，吼，就咱未来教育的理念甲目标吼，基本上当然咱即个教育吼，咱无分大细汉吼，无分性别、党派、族群、阶级、岁数、宗教。也是讲你住庄脚、住都市，吼，也是讲新兴的发展材料，这拢袂使有无平等对待，吼，就是不管你是甚款的人咧，你有教育权的，拢爱受着平等的对待，吼，啊，这是咱未来的一个大理念。过来就是讲，咱爱注重着每一个人的差异啦，每一个人有伊巧的所在，嘛有不足的所在，咱就爱开发着伊好的所在、伊巧的所在、伊专长的所在，甲开发。这是咱教育内底真重要诶，然后每一个人会当伫适当诶去来发挥伊诶专长，吼，这是咱未来伫即个教育即个目标诶理念吼。啊，咱有伫几个具体诶目标啦吼，就讲咱未来啊，台湾民政府咧啊，即个教育诶目标吼，咱有伫几项出来吼。第一项就是爱培养着认同台湾